勾勾螃蟹，你看这有洞。哇，这里的帽背非常大，你看，帽背你就不快，没办法，它比你更快，缩得更快。这鼓楼这么大，这就是鼓楼这么大，啊、哦，这现在太阳出来了，它要进去了，它来不及进去，里面肯定挺多的。哇，这里一个洞，里面都是楼，都是楼。哦，这下你看，这是新的图推出来的，哦，这下跑不掉了，哦，这下跑不掉，唉，刚刚好水，现在这个毛竹的好就是好，要不然会顶在这里，现在可以这样子，这里压弯了，可以搞了。这里面有螃蟹，你看，哇！现在就前到这边，哇，这泥鳅也在这里捣乱。现在不是靠钩了，现在是靠骗的，边骗边钩的。这边有洞，不要这边了。哎，现在躲起来了。哎，在哪里？给溜了。把玻璃块，哇，夹碎了。哇，弓蟹，难怪那么力气那么大。不换，这玻璃碎放这里没关系，找一块平的地方给它绑起来，要不然踩下都，哦，这里比较平，要不然下面有海蛎有藤壶啊，我们踩一下不一定有的时候把它的那个壳给踩坏掉，那就不划算。这里还有一只这个。你看，会不会好看？这还是个母的，待宰，这么多宰。这么好动没有啊？还有这个楼。还不是空的，看，还有这么大的那个腊肉，这挺深的。头太多了，好像是碰到螃蟹，还是碰到石头，搞不清楚了。你看，有，怎么搞？哎，这个丢了。这可能是今天刚进来的，不然不会那么快。哦，这个还是母的，你看，母的母蟹。
这都没过啊。全部就在几月，在里面那个，里面螺挺多的，那就不拿出来了。走走走，回去回去，等下涨潮了，回去就太迟了。